不是，那估计还是男孩子，要是女孩子能够，那不能弄个正点部位怎么办？要活不活了？我妹夫不是他们家是个那个 Love 三代洗头水品牌吗？但是他们虽然 Love 三代，但是以前都卖的很好，卖的很好。他们不是也办那种加盟商年会吗？然后就请了韩国，就是韩国，我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过。我们以前年纪轻的时候，就有个韩国明星唱那个《正是我的那个眉飞色舞》，其实不是以前是个韩国人唱，是李贞贤，他是我喜欢唱李孝利吧，他是李凡，反正就是唱歌就是跳舞的，反正跳舞的女歌。然后他们就请了这个女的来那个，就是参加他们年会嘛。参加他们年会嘛。然后他说就是的，宗教这种加盟商都没什么素质。他说这女的不唱完下来，他肯定会摸的。就被所以女孩子真的是，而且又是正常年纪，现在都是。